这个鱼塘水干了，有位小朋友不知道在干嘛。小朋友你在干嘛呀？这里有一个洞。啥？这里有一个洞，里面好像有东西。那你自己挖吧。我不敢挖。你怎么不敢挖呀？怎么不敢挖呀？因为里面有可能是咬人的东西。咬人的东西。这个洞我估计应该是黄鳝洞吧？应该有可能。你怎么不敢挖呀？我怕它咬我。来来来，那我给你挖。看你看了一半天了，在这里。看，这边一个洞。哇，我估计应该是黄鳝。哎呦！我去，全是黑泥呀！好像没动呀。哎，有泡泡。哇，有！鱼啊！刚刚看到它尾巴了，你看。哎呦！看见尾巴了，哎呦，过来，哎呦，好大的黄鳝呀！不行，我立马才爬，哇！不行，这泥巴太怕了，这家伙跑得太快了。哦，哇塞，好大呀！咋办？逮不出来了，着。我去！哇，挖了好深。哇，不行，那挖不到方案。怎么办，朋友们？跑了？看尾巴那个，他妈的，这泥巴太稀了，我去。我这跑得快啊。对呀。哎呦，摸到尾巴了。卡住它的尾巴了。哇，碰到吧，抓住尾巴了。这家伙在稀泥巴里面钻得太凶了，看见尾巴的都抓不住。然后摆开，把这个摆开，肯定得抓。
我的板可粘到地方。出来了，我去，到了，累死我，我的妈呀，累死我了，好大哦，有多大呀？妈的，钻你爸太凶了，真的，差不多三两左右。我正好受伤了。我掐到你刚才，看，在地上挖出一个大坑，看见没有？终于把这家伙挖出来，我去！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。为了挖一条黄鳝，把我累惨了，差不多四年左右吧。哎，衣服也弄脏了。下期再见，喜欢更多农村视频，请关注小刚。